这个球会不会跟刚刚上一波一样把杰隆打到篮底下去要球？哇！啊、回到杰隆这边外围，累了，杰隆真的有一点累了。他今天真的也是打的时间够久了。基本上他跟吕瑞奇都要打三十几分钟以上哦，因为周成瑞他大概是就是替补上来让他们休息一下而已啊。对，现在周成瑞就上来做一个短暂的体力调节。我这个球的一个防守不错，就是在前防守把球断走。他今天真的也是打的时间够久了。基本上他跟吕瑞奇都要打三十几分钟以上哦，因为周成瑞他大概是就是替补上来让他们休息一下而已啊。